在高雄的跨年晚会中，刚刚夺得金钟影帝的赵又廷穿着皮衣黑色劲装，帅气的拿起棍棒，搭上苦练多时的好武艺。跨年忙赶场，和一同演戏的剧组演员同台后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赵又廷随即驱车赶往桃园。一到达桃园场子，同样的劲装，同样的酷帅，让歌迷们也都全都疯狂尖叫。虽然是在桃园跨年倒数完之后的散场拖，和乐团合唱痞子英雄的主题曲，心情指数照样百分百，更堪称是今年压轴中的压轴。跨年辛苦的南北奔波，赵又廷辛苦的连赶两场，却满足了南北两地歌迷的心。 TVBS 新闻高雄桃园综合报道。